个擦空远远看，亲像鸡肝的地，我另外一边就变成蜡烛，等下银珠徛在在当里翕相，忽然真钦佩大主人送来礼物。伊这就是这只有一个嘴了哈，啊头起来，目睭在遮，啊这有机关哈，啊伊头倒我过来，啊一个阿妈棍身躯按住比例安尼落来，佫有尾溜，啊一支脚就安尼打落来伫遮。真还是讲金枝独立啦，吼、哦，这阵是会当双面看啦。系安怎讲？哦，一边看啊，这边看嘛会当看啊，吼、哦，这边看嘛有生一只，吼、哦，伊都嘛是脆了安尼啊，吼、哦，但是伊个气势是较感觉有迄样啊，迄种威武迄种雄壮的感觉啦，吼、哦。这个新杰茶库的收藏者，都是伫北港制作形象超过30年的当兵酒，平常当艺术独立文创作，其实真兴趣收藏茶库酒头，为工作室个店内满世界拢是伊的收藏品。足侪人看，拢会问会看。阿、啊、公，要甲你哎，要甲你讨啊，是要甲你买？嘛是有啦，啊就讲到这都真少会得到的物件，全家留的啊。可能是个作家对水的敏感度，和陈明珠常常捡到宝。大家看无啥物的石头插口，才经过家己创意，就变成独一无二的艺术品。即个啊，你看有像一个椅子啊无？坐垫。有无坐垫？就是脚踏车安尼坐的迄椅啊嘛。嘿。然后那个是圆板。啊，即个我着拢若有时间，拢会爱去山区海边行。啊，着梦想。啊，拄好缘分上着，感觉讲啊，即着成一块椅子啊，吼。啊，尾也捡回来，就咱搁去找一块，即较早个铁椅子啊，就咱甲倒起安尼看了着。啊，即拢自然的啊，即完全自然的。大自然的礼物加上陈明珠就提讲讲，让平凡石头插口变甲上艺术价值。看来陈艺术用平常拢美伫工作室创作，看到有人欣赏伊的收藏品和作品，伊拢会真歹势。也欢迎对大自然收藏同款兴趣，并就来店来观赏。记者李嘉森，差不多。